他们被称为太阳部落的民族，他们都是驻守在边山上的边防战士，他们是一首老歌的主角，走遍中国中国电影地图之冰山上的来客，为您讲述影片背后的故事。帕米尔高原雄奇壮美，悠远神秘，享有万山之祖的美誉。这里世代生活着一个民族，塔吉克民族，他们被称为太阳部落。这个高山民族有着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它曾经激发出无数人的创作灵感。1962年，一部以塔吉克民族为创作基础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的是帕米尔高原上的边防战士，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与敌特斗智斗勇的惊险反特故事。剧情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影片中那冻僵在哨所门口的解放军战士，和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的杨排长，片中塔吉克青年男女凄美的爱情，这一幕幕经典画面和脍炙人口的台词，曾经定格在几代人的记忆中。片中的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也广为流传，经久不衰。4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走遍中国摄制组，踏上了这片雪域高原，希望能在这里找寻到究竟是什么东西激发了众多的艺术家们的激情，创作出《冰山上的来客》这样经典感人的影片。
这里是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部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也是中国唯一的塔吉克民族自治县。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就取材于这里。这里终年气候严寒，年平均气温只有3摄氏度。在塔什库尔干街头，我们看到许多冰山宾馆、冰山来客风情园、冰山酒厂等许多招牌。40多年过去了，《冰山上的来客》这部影片依然是这里的生意人最大的卖点。帕米尔高原有着独特的风土人情，它的主要这个民族呢是以塔吉克为主，这个民族呢非常淳朴善良。《冰山来客》这个电影呢就拍摄地就在这个地方，我到这来办企业就奔着这个文化符号过来的，这种地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是十分吸引人。我们十分就是热爱帕米尔高原的同时呢，也热爱着这么一种文化。2006年底，一部名叫《冰山上的来客》的电视连续剧在全国热播。这部连续剧不仅以向一部45年前的同名经典影片致敬作为电视剧的序幕，就连片名和主题曲几乎都原封不动地沿用了老电影。作曲家磊磊担任了电视剧版《冰山上的来客》的作曲工作，他曾经创作了《四世同堂》《便衣警察》《渴望》等著名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和导演这个最后得出结论，就是说我们要向前辈致敬，用这个态度来拍摄这个新的《冰山上的来客》，而不是说我们会超越他们，我们不能超越他们。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向他们致敬，我们保持了最经典的情节、经典的台词、经典的场景、经典的歌曲，我们都不会把它搞得变得不像样子。磊磊所说的前辈就是他的父亲雷振邦。因为父亲常年在外采风，童年的磊磊很少能和父亲在一起团聚。为影片《冰山上的来客》谱曲的雷振邦是我国著名作曲家，在他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曾经谱写了《刘三姐》《五朵金花》等100多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歌曲。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当年为了给影片《冰山上的来客》谱曲，雷振邦只身来到神秘遥远的帕米尔高原，踏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旅途。帕米尔高原这块并不富饶的土地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大批的艺术创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去描绘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为了给电视剧《冰山上的来客》创作歌曲，雷振邦的女儿磊磊带着和我们同样的迷惑，沿着父亲当年曾经走过的足迹，开始了他此次不同寻常的音乐之旅。这座古丝绸路上的重镇，这些奇特的历史，这座冰雪堆砌的小城，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吸引着作曲家雷振邦父女两代人？敬请收看《走遍中国：中国电影地图之冰山上的来客》。和我们一样，磊磊到达的第一站也是塔什库尔干。这里是塔吉克民族聚居的地方，作为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形成了塔吉克民族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因为当地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所以这里的人们被称作生活在云彩上的人。
现在我们到内地去说是塔吉族，任何人不知道，但是我们说那个冰山上来客花为什么这样红，唱那个民族就是我，马上就这个人家都认识，也知道这个塔吉克族。他在那个平谷乡有他的生活习惯呀，他的服装啊，他的歌词啊，他对这个文艺创作对文化感兴趣了，感兴趣了，所以嘛，有些就把古代的国家的有些文化保护下来了，有些嘛发展起来了。当年雷振邦就是沿着石头城下这条淹没于雪中的小路开始了他的采风之旅。塔什库尔干的意思是石头城，它得名于县城边的古石头城历史遗迹，这里曾经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石头城最早是历史上西域普里国的王城，在魏晋南北朝时建立结盘陀国，之后逐渐修整扩大，唐王朝统一西域后在这里设立了葱岭守拙所。随着丝绸之路的渐渐衰落，这个边陲重镇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变成了默默无名的边城小镇。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名叫白鑫的年轻人来到了这里，他的出现再一次把这个小城拉进了人们的视线，成为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原创基地。您住宿，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解放军战士阿敏。白鑫是这部影片的编剧，他曾经和这部影片中的男主角阿米尔一样，作为一名边防战士，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祝贺你们。这部影片就是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对塔吉克这个朴实热情民族的热爱创作出来的。在离县城不远的皮兹纳府乡，我们找到了一位叫古里米尔的老人，他是当年影片的民俗顾问。在影片设置过程中，他担当了选取服装、演员、音乐、舞蹈、礼仪等大量指导工作。在影片中，许多颇具特色的民俗场面都是在他的参与下完成的。这是影片中一场解放军和塔吉克牧民在一起参加雕羊比赛的情景。雕羊是塔吉克牧民擅长的一种独特的马上运动，参加雕羊的人分成两队，比赛开始时，两队骑上抢夺放在草坪上的一只白色小羊，马快者抢先一步拾起小羊，其他骑手飞马上前争夺，反复多次较量，最后得胜者在鸣金声中怀抱战利品冲出赛场。影片中这个场面就是在古里米尔的参与指导下拍摄出的一场反映塔吉克民族风情的戏。我是看的那种，我是在把球热起来，其实就是看你，对啊，天到呀，那他把那突然搞出来了，家门是他他妈的马克沙的分裂的，他们那个马克沙不可能杀球留的。然后他主要是管这个服装，然后就是塔吉克，就最主要是就是服装，当时他们这个演员要穿什么样的服装。新娘，新娘还有怎么打扮，新郎怎么打扮，主要是这方面的。怎么见面？见面礼啊什么的，他们都是有他那个给他们介绍的。老人回忆几个有趣的细节，片中的女主角真古兰丹姆并不是塔吉克人，而是他们在一次去医院的途中意外发现的。古兰丹姆是影片中的重要角色，这个出身农奴的少女深爱着幼时的伙伴阿米尔，但是不幸而波折的命运使她和恋人虽然近在咫尺，却一直难以相认。可怜的姑娘一直深陷在对恋人的思念当中。按照剧情的需要，剧中的姑娘应该是个十七八岁的塔吉克少女。你是在巴士上回去吗？巴士上回去吗？巴士上回去吗？你怕碰，怕他们小区？怕碰，地区很那边。
他就说呢，当时呢，他们去乌鲁木齐的时候，就是他们要找演员，当时呢，他们刚好碰到了一个小女孩，刚好她是这个小学的学生，然后呢，他觉得这个女孩特别像塔吉克族，然后一直跟着这个小女孩，一直跑到他们家去了。当时呢，就是他们刚好到门口的时候，这个他们家里面出来了两个男的，然后一直骂他们，说你们干嘛把这个小女孩追到这边？你们有啥那个别的？听懂别的什么意思吗？然后最后呢，他们进去了，他们跟他们进去说是我们要拍这个《冰山来客》这部电影，你们女儿特别像塔吉克族，然后他们就跟他们家长说了，就是谈判了一下。初到塔什库尔干的异乡人在街头经常会看到一个奇特的风俗习惯，塔吉克人在见面打招呼时会有一个奇特的动作，这就是塔吉克民族特有的吻手礼，男子同辈相见时互相握手，然后俯身互吻手背，男女相见时女方要吻男方的手心，女方见到长辈时要先吻长辈的手心，男长辈则要轻轻地按一下女方的头部以示尊重，这些细节都被古里米尔老人精心地安排在了影片当中。这是影片中一段情感高潮戏，为了营救解放军战士而痛失儿子的尼亚兹老汉与刚刚牺牲了亲密战友的杨排长相遇，作为汉族军人的杨排长以塔吉克最高的礼仪向尼亚兹老人表达内心的感动和敬意，这一幕曾经让无数的塔吉克人为之动容。我说，要看电影的人不要参加电影，你也参加吗？看电影没意思，看电影就不想看了。我就是这样。原来我说的所有的东西是真正的，以后我自己参加了。有的是连起来，有的是这样的。哦，我说这人是这样一个东西，还得算了。不看了。古里米尔老人居住的提兹纳夫乡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当年，影片编剧白欣、导演赵新水都曾经在这里采风和生活过。这里有些老人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我们来之前不久，作曲家雷振邦的女儿也曾经到过这里，村民们以欢迎他父亲的方式来迎接了他。塔吉克呢是女人打鼓，男的吹鹰笛，女人打鼓是当当当当这样的当当当当，而且两个人的旋律啊非常微妙的一个节奏的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巧妙的一个差，就是你想记谱完全标准的记下来真的很难，然后我就把它录下来，我再仔细的分析它。当地的歌舞和器乐有着独特的旋律和节奏，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随处都能找到当地今天还在演奏着的一些歌舞的影子。
一座飞鸟罕见的冰山。一只镇守边陲的武警雄狮，在生命禁区的红旗拉甫山口，他们面临着怎样的考验？敬请收看《走遍中国：中国电影地图之冰山上的来客》。2007年1月，我们来到了海拔5100多米的红旗拉甫山口。这里因为高寒缺氧，四季入冬，终年积雪，气候恶劣，被称为地球第三极。但是就在这个生命禁区里，却驻扎着一支武警边防部队，他们就是守卫中国巴基斯坦界碑和红旗拉甫口岸的武警官兵。在距离界碑不远处是红旗拉甫口岸，这里是中国通向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最西陆路口岸。红旗拉甫的官兵们承担着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车辆的出入境检查工作，和132公里的孔道监护任务。在这里，我们看到，今天的武警官兵已经住上了漂亮而坚实的房子，但是在40多年前，在这里负责守候的解放军战士又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呢？从影片中，我们看到40多年前的边防战士，在这样的严寒风雪中，只能把山中的冰窟窿作为哨所，身上唯一的棉大衣和帽子就是他们的御寒工具。战士们只能靠在冰窟窿里来回的运动来保存身体的温度。在这样的冰天雪地中，人一旦停下来，随时都有被冻僵的可能。当我们40年后来到这个哨所时，我们发现保暖依旧是这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每天天不亮，哨所里总有一个人比大家起得都早，这个人就是哨所负责烧火的战士。因为四季严寒，哨所用来供暖的火炉一年四季都没有熄灭过。每天清晨，负责烧火的战士总要在战友们起床之前先把哨所里弄得暖和起来。但是外出巡逻站岗的战士仍然常常被冻伤了手脚。因为没有水喝，战士们要到山下几公里外的冰河凿冰取水。在影片中，金战士阿米尔在来到营地报道时，特意从山下带来了几颗心爱的花草，没想到刚一带到营地就遭到战友们的嘲笑。因为初来乍到的他不知道，高寒缺氧的条件下，植物无法生长。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我到萨利尔山口。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原来是邻居呀！能养活花，我看呐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
不可能啊，他别的脸啊就跟沙里儿一样，一毛不长啊。这是开玩笑吗？你看又是你。红旗拉甫海拔高，严重缺氧，这里流传着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的顺口溜。就连战士们曾经养过的两条警犬也因为无法适应环境死掉了。刚上高原就是反正呼吸困难嘛，呼吸困难，睡觉方面的总是失眠，吃饭也吃不到，那吃不到进去。在睡觉的时候头疼，指甲裂缝，缺氧嘛。然后这个除早操，我们暂时早上跑步，这个感觉喘气，跑了一两公里，那就跑不动了。这里地处5100多米的高海拔，气压极低，水温最高只能烧到70摄氏度，即使一碗普通的面条也必须要用高压锅才能煮熟。而在影片中，我们看到40多年前的边防战士哪里来的高压锅，他们只能在山洞里吃没有任何保温措施的冷饭。帕米尔高原，这个神秘而严酷的地方，它圣洁美丽，却又苦寒难耐。在这样一座冰山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一批又一批远方的来客？这样一片土地上，究竟生活着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究竟是来自于作曲家雷振邦的原创，还是塔吉克民歌？走遍中国电影地图，将带您去找寻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源头。吉林省无泰感康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盼盼安居股份有限公司。